吉他里面根据它的弹奏难度划分大概有三种风格，第一种叫单音 solo， 第二种风格叫做和弦弹奏，只需要学会六个指法就可以弹奏成千上万首歌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会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。第三种叫做指弹独奏，就是把旋律和和弦融合在一起，也是比较难的一种，比如这样子弹。你喜欢哪一种？我们在下方讨论一下。